喂，咁不如咁啦，我哋先睇翻咧星期五晚上嘅时候咧，我哋 Horror Eleven 嘅精彩片段。首先睇一个 round 咧，就系我哋用一个高清嘅器材啦，咁啊走入去一个荒废咗嘅厕所嘅环境里边，俾大家睇翻吓周边嘅情况先。好，翻嚟我哋继续。好，事不宜迟，帮我哋落车，睇下后边嘅环境俾大家睇下先，好嘛？好，过嚟啦。好，阿 Crystal， 你都可以一齐嚟喎。好，首先呢个位先，呢度咧，大家见到啦，咁咧就放咗咧好多嘅一啲神像喺呢个位喎。Crystal， 你一嚟到见到呢啲神像嘅时候，有咩 feel？ 我觉得呢度系最恶嘅位置嚟嘅，呢度系最恶嘅。点解？因为呢度的灵体我觉得都挺善意的，除了这个位置那些灵体是比较恶意的。他刚才做什么？硬骨骨咯。有多少个？十六个。哇，你做了这么精准的十六个的。是啊，十六个挂住我们嘛。你刚才多少个恶意啊？十六个。OK， 是有没有跟你交流刚才？不是，就是问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。哦，其中有一个。是啊，其中有一个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。那我们没有认他之后，他就咁而家咧，而家呢一个 moment 有冇？有。我哋嗱睇睇呢个。头先就系有个女士就喺度咁样笃住埲墙嗰度行嘅。咁呢度墙？呢度就咁笃住咯。啊，咁样。慢慢飞，佢就自己喺度。系啊。冇嘢嘅喎，佢就喺度来回咁样笃住，佢又笃住埲墙咯。哦，即系灵界就系咁样噶。系啊，佢就笃住埲墙自己行。佢哋觉得就系咁样可以点啊治愈啊？系啊，好治愈啊佢。好治愈。好啦，嗱佢又笃啦，啊又见到啦，系 ，OK， 咁啊呢度又有啲唔知道放咗啲咩喺度啦，呢个唔知咩嚟噶啦吓，发电机唔系嘛，唔知咩嚟，唔似咯，唔似，嗱我哋就 set 咗啲机喺呢个位置噶啦，因为头先咧我哋嚟嘅时间咧，你就呢个位置已经多嘅，系呢度多噶，系嘛，呢度竟然系多过头先眼角角嗰度，反而多，系啊，后生多唔多？嗱，而家我哋另一另面後山，就呢度，系啦，多唔多 ？OK OK， 真系有啊？呢度小朋友，好啊，咁即系话我哋而家 set 呢个位都叫 OK 嘅。OK， 头先嗰个系大人区域，呢度小朋友。咁即系话呢度咧，一阵间阿文，你要喺度化妆啦，你可以坐觉得系咪啊？即刻俾人笑啦！吓、啊，咁样咯，声音麻麻，差咗。哦，直播都声音系咪啊？好，咁我哋出翻去先。嗱，俾大家睇下先。咁呢度咧係有一個入口嘅，呢度其實係一個廁所嘅入口嚟。但係咧，而家就擺滿咗好多一啲磚啦。我覺得佢本來係想做一個重建定咩嘅，咁啊最後冇做到啦。呢度有冇？頭先有一照就冇啦。一照冇啦。佢其實縮咗埋去，可以影一影埋呢邊。埋啲。係啦 ，A 中喎。中咗，系一个系大，大一个小朋友咁样，佢即刻掹翻住佢，诶，咁样系啊，掹翻住佢走，系啊。唔好意思啊，打搅晒，我哋嚟拍下嘢嘅啫。咁啊，系啦，但系今晚咧，我哋呢个参赛者阿文，佢系好想见到你哋嘅，想同你哋沟通一下添嘅，即系可以出镜嘅，可以出镜啊！嗱，你哋中意可以出镜，掂啊佢，搞下佢都得。系嘛？冇问题嘅，我都唔 OK。OK OK。咁又唔同，佢哋话系，咁又唔同。好，咁佢出翻嚟先啦。嗱，就系阿文讲咗句话，喂，我唔惊噶，我都想吓 feel 下你哋啊，咁样。结果成程嘅比赛咧，佢系真系最多感受嘅一个，最后都仲好似少少咧，奶奶地嘢咁样啦。究竟两日之后佢点样咧？阿文 ，Hello， 系 Hello。哇，都唔止两日啦，星期五、六日、一、二啊，四日啦。点啊？呢几日暂时都 OK 咯，冇我好似都冇乜事嘅，冇乜问题系嘛？系冇乜问题。最开心啦吓，即系现场有啲 feel， 之后又冇事，咁又 OK 喎，系咪啊？系啊，但系唔系当时系之后系有啲唔舒服嘅，跟住之后系之后佢哋帮我搞完之后就 OK 咯，冇问题啦，冇问题啦。咁啊，加上你自己本身都系打开佛牌嘅，咁啊咁多保护系嘛都
而家系啊 ，OK 啊 ，OK， 咁啊 ，OK 就得啦。系最紧要，诶，画面上面都有啲嘢睇，咁啊，最后人冇事，咁呢个就最 perfect 啦，我觉得系咪？系啊，系咯。我啱啱都睇紧，啱啱睇紧系嘛？喂，你阵间可以睇翻，我哋会剪辑翻咧，你当时话见到嘢嗰啲画面啊，我哋好似圈到出嚟噶，又真系。系咩？系啊，即系你话前面见到一个阿伯定唔知乜嘢咁样啦，你咪两个地方都见到嘢嘅。系啊，系啦。咁我哋一阵间咧，嗰啲片段里边咧，疑似圈翻到出嚟嘅，即系你当然会话，咁可能啲树影啊或者点样嘅啫。但系又对号入座到咯，系嘛咁样情况咯。嗯嗯嗯。咁点啊？只手有冇臂啊？冇啊嘛，系嘛？冇啊冇。哇！当时帮我听音嗰阵时候，哇！突然之间系，成个人系即系，系有啲系想晕嗰下，系好犀利咯！啱啱嗰下有啲真系想晕低嗰下 ，OK， 好系啊，好辛苦啊，咁样冲撞咗少少啦，咁样啦，好啦，咁啊冇问题啦，你而家可以即刻睇啦，好嘛？好，俾你即刻睇翻，你睇吓自己而家咁样睇唔睇到？好啦，唔该，三文。好，唔该。好，咁我哋记住啦，网聚见啦，网聚啊，十一个参赛者啊，同时间见面噶啦，好嘛？好啊。好，再联络你哋。好嘅，拜拜。好啦，大家好期待啊，究竟我哋用啲比较高清啲嘅器材去摄影翻嚟嘅时候，会睇到啲咩咧？第一个部分睇翻阿文咧喺现场做我哋大会指定动作嘅啲片段先啦。好。嗱，你而家可以慢慢化靓个妆吓，化含个妆。个阿叔话咁咪好咯，吓，系啦，佢态度系咁，咁咪好咯。真系。你话妆完香，佢话咁咪好咯。O K。佢嘅态度系咁样嘅。咁好。系。好。佢而家化妆啦，开始。啊。佢开始化个鬼妆啦。佢想讲嘢好似。呢个男人想做乜嘢？佢好似怕啦。个男人想做乜嘢？问佢做咩啊？唔系啊，佢唔知佢做乜嘢嘅。佢问就系睇紧佢做紧咩咯。系。点解有个男人喺度化妆咧？咁样。开始聚埋。吓？开始聚埋去。好啊。八卦咁啊。系啊。系。真系好好笑，真系见我好笑噶。你再睇下佢点样。咩话？有几多个人？呢度有人喺度倒吊紧。倒吊？系啊。啲型呢度咯，有人喺度倒吊紧。佢呢度仍然系踎喺度着文初装嘅男人啦，但系呢度有人着时装，好鬼型嘅。哦，咁个小朋友咧？小朋友着时装噶。佢仲跳紧绳啊？系啊。喂，咁你觉得啲灵体见到佢而家化妆，有冇问紧佢？喂，呢条友做咩事啊？咁样，我个男人睇得好好，好开心啊，好似好新奇，觉得系啊。好，我而家问下佢先。阿文啊，你而家一路化紧妆咧，有冇特别感觉？应该就冇啦。隔篱阿叔话，我有 feel 到隔篱有啲凉凉地咯。哦，纯粹凉凉地，但系其实好热噶。人就好热啊，但系我 feel 到隔篱就即系有少少冇管同嘅感觉咯，即系好似有啲嘢喺度撩下撩下咁样咯。阿叔啊，不如你行埋过去。阿 Crystal 话有个阿叔同你讲话咩啊？男人老狗化乜鬼妆啫？唔系阿文啊，你试下同佢讲嗱，点解你而家要喺度化妆啊嘛？你试下讲下嘢，你揿住部 walkie， 你同我哋讲下你今日嚟做咩好嘛？我今日是过嚟拍个零节目嘅，所以就想试下化妆，同你哋差唔多样咯，等你哋可以出嚟同我见下面啊，或者沟通下都 OK。我都觉得自己靓仔啊！系咯，你话同你人哋差唔多样，人哋人哋可能而家都差唔多噶啦，已经仲讲我都个大花面靓仔啊，多咗个女人咯。多边个位置？呢度咯，指埋嘅，我睇唔到呢度。系啦。家属我飘到我隔篱，企咗喺隔篱咯。吓，你飘到企咗隔篱，边个位？边个位？我嘅右手边，即系呢边。
是一个咩一个咩灵体？我睇唔到啊，但系我就系感觉到佢喺我隔篱，因为我感觉到右手边系凉凉地嘅。咁你试下同佢倾下偈，了解一下啦，不如。好。Hello， 你系你系男定女啊？因为我而家暂时我睇唔到，我就系我 feel 到你喺呢度嘅。你可唔可以俾我咩事？咩事？做乜？做乜咁好笑？猜关你咩事？哦，个灵体咁讲啊？好嗱，佢而家行一转，喂，咁我哋睇下周围嘅环境。转唔转得噶？转得，转得。但系佢已经转到尽啦，啱啱你你转另一边啦，转另外嗰边，系啦。我 feel 到佢喺隔篱嗰条楼梯上边啦。哦 ，OK OK， 你觉得喺楼梯上边？而家呢刻有咩感应啊？随后再啦。我 feel 到佢系好似有少少惊咯，即系我见佢都开始。我比较差，而家呢刻有咩感应啊？随后再啦。我 feel 到佢系好似有少少惊咯，即系我见佢都开始离我比较差，O K O K， 好啊，你落翻嚟啊，你落翻嚟。佢都 feel 得几清楚，系以咁多参赛者，算唔算多啊？让开咗俾佢落。系啦，嗱就系呢一段啦。咁啊，讲翻到咧，就喺个楼梯位置嘅时候咧，咁我头先咪圈住咗啲疑似灵体嘅样子出嚟咯。不如俾大家睇多一次好嘛？咁啱就系嗰刻咧，就系话佢 feel 到。咁大家都话：，诶，呢树叶嘅嘢对号入座啫，系讲明对号入座噶啦。咁又好似对到少少啦。诶，冇噶啦，睇完噶啦，最精彩嘅部分咁啊停咗噶啦。是啊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只是每晚恐怖在线的精华片段来的。如果你都想看晒的话就非常之简单，可以参与我们月费计划，可以上回 admanpoint.com, bigbigair.com, 那里面参与这个月费计划，声音就是30元，视像是40元，如果加上用 app 就是50元。好了，至于说我不想参加月费，想给 cons 看片集就買編集都是可以的，咁啊 download 我哋 BigBigAir 嘅手機 app 嘅説話咧，咁你可以適隨轉變，中意編集咧就買 cons 睇啦。所以希望咧你快啲成為我嘅付費會員，你會睇得最多最恐怖嘅個案嘅。